今天上什么课？月亮史莱姆。对，我们今天来开箱上次在淘宝买的史莱姆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咯。月亮史莱姆，他们家的史莱姆都是颜值很高的那种。这二盒史莱姆总共买一买是1000块左右，所以一盒大概80-90块。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。
最喜欢哪一个史莱姆？这个，因为这是鬼口水，很好玩。我觉得它像止血药水。止血药水。鬼口水，鬼口水，给我一个小盖子。或者你需要止血吗？止血是用喝的吗？对。谢谢，客气。它完全不会粘手哎，给你。好，谢谢哦。止血，止血，止血。好可爱哦。恩恩老师，我们要下课喽。下课，一直安静点，喵喵老师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的手指在止血。止血，止血，止血，止血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